哦，我不做按摩，我要做什么？那我在整天在家也没有之前的来源，那这样怎么办？我也想到问你，而且我又不是消防员，我不会唱歌啊，所以还是咬着牙呀，还是要做下去。可是越做会越有信心。其实我讲真心啊，想直接要下面去就对了。啊，不然讲，你都做一个来关怀、来关心啦。啊，搁我这个勇气出来，啊，逐天去环保，逐天安尼过日子安尼啦。女人虽然很弱，可是做妈妈的真的是韧性也强，什么打都打不败那样。所以苦吗？不苦啊。14年前，管明凤因为产后大血崩，脑部缺氧太久，导致双眼失明，身体出了状况，又碰上先生外遇而离婚，她的人生跌入谷底。以前个性太固执了，也太有些太执着了，想不开了。她叫爱哭鬼啦，刚开始认识她，她动不动就哭。真的哦，他就打电话，整天就打电话，啊，就这样陪伴他，这是陪伴。就他打电话来，他要哭就陪着他哭。那我说我知道你，我懂你，因为我也是这样走出来的，我能你也能。后来他跟我说，艾玛哈，现在要去学按摩好不好？我说当然好啦。那你一天最多可以按多久啊？有时候，客人多的话5个啊，客人少的话也有吃鸭蛋的时候。我有2个小孩，那时候还国小嘛，你没有说他们吃什么，我会以小孩为主啦。按摩工作室位在西屯市场里，市场的摊商会一路指引管明凤走过这段路。明凤以前的工作室啊，都要经过这里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老板娘都会说，这里要转弯，他的生意是在这里，又从这里，因为大家都会跟他讲说，哈，像他们都会帮他指路，因为西屯市场的路不好走。不是，是那个包水饺的姐姐，她告诉我说有那个点，这样来看看。啊，这里经过这里就要经过牛哥，牛哥会说明凤早，会帮他开门。明凤过来吗？明凤还没，明凤在她的工作室。嘿，他会帮他先开门。嗯。啊，我们这个秀云姐姐最好，这个是倒垃圾的，我们都是她的垃圾桶。他只要生意不好或情绪比较低落哈，我们秀云姐姐，因为她刚好她在她工作室的对面，她就跟她，啊，她就比较开朗。有了好朋友们的陪伴，让管明凤渐渐走出阴霾。3年前，在朋友帮助下，她转到附近的店面开业。经济能够自主后，慈济因此宣布结案。回到家，魏美玉着手写访视记录，以便让社工掌握个案的状况。
然而一则则访视记录犹如不同的人生剧本，魏美玉也有自己的人生剧本。她也曾因婚姻暴力活在恐惧中。以前的我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如果再这样可能我们真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真的会变成这样。因为你变恐惧了，你只要他回来那时候就恐惧，你不能跟他聊，他马上门就踹进来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。8年的婚姻和2个年幼的孩子，魏美玉不得不放弃。来，烟草包啦，19年，今年要买要快哦。来，往来4粒1包，买着你就赚着啊哦。早上的西屯市场人声鼎沸，魏美玉利落地削着凤梨。离婚后的她就在哥哥的水果摊工作，努力靠自己站起来。你在这边顾摊顾多久？我做了水果20几年了。这是我二哥的，以前是帮大哥。我们兄弟都在做水果。现在多久可以削完一次？我现在慢慢削，以前2分钟一颗，现在都大家有人手，不用这么拼。靠着双手，他找回人生的自主权，也和2个孩子团圆。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女人的脆弱与坚韧。哎，一个婚姻8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到最终，我小孩子承诺，我一定会有一个房子，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窝。5月初，魏美玉的爸爸因为肺部问题住院，他家里医院两头跑，只为了弥补当年无法照顾妈妈的遗憾。因为妈妈住院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家，你就有一个枷锁，所以你每次要做什么事情要经过人家同意。所以我这就好像一种弥补，因为我常常跟我爸讲说，你顾我妈妈真的很辛苦。安诺了，安诺了。啊。哈。我困了。阿玲在困啦。没有家庭牵绊，孩子大了也不用为生活奔波，魏美玉专心当个女儿，让爸爸依靠。你看他，你这样张口，他张口，你要这样，他配合度很好，因为我们从小就好像兄妹一样，所以我有时候说来来来，为什么这样？不讲哈。不讲。来，谁要抱呢？好。阿夫，起来，别亏。他为什么那么依赖你？他说：“我说随时都可以找到你，他就一种安全感。”所以有时候你像拍一拍啊，像拍一拍，在他
在家里也是这样，你拍一拍，他就开始慢慢睡着。他就信任你。那要说我很幸福，他每次都祝福我说你很闲，真的是他祝福我，所以我告诉你说，那个我如果现在有一个家，我相信我不能这样走。那你要感谢他成就我。啊，你卖恭维，你用输诶。加乖，你结婚？要不？你是要甲斗吹哦，你做了啦。啊，你做我做来，紧来，紧坐。坐，我坐，你后两手都先滚尔嘞。一见面就来个大拥抱，这是魏美玉和赵蔡金玉的打招呼方式。认识十年来的互动从没改变，他每天都要抱抱，抱一下啦，因为就好像亲人一样，他就需要一个好像拥抱那样，他感觉说，哎，我有存在。那就靠安装感，我就安装感嘛，啊，对别人袂呢，我对别人袂去讲抱抱呢，敢那下面才会呢。你早上回还是无回？这三天最乖了。我来个回来啊。哈。我个过来啊。过来哟。赵蔡金玉平常一个人住，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同住在台中的大儿子特地回家载他去看病，但其实大儿子的身体也不太好。身体有较好？啊，身体有较好？哇，系啊，差不多啊。如果快，以后要转身边。我你这边较好看啦。无像迄边去病院遐，甲你看呢啦。哦，唔止天吼。倒落来，你唔知。迄拢无勇气啦，迄倒，你都电动做好，拢好天安排啊。问我是看咧做好命，啊，这嘛咧好命啥？哦，我要看恁母个少年男相片啦。你无摕你个相片咧？迄条看到因老爸啊，纪念。要往生个，敢要拍掉啊，十万块银嘞。啊，看到迄倒啊，袂假，都做好命，就是讲。鸡鸭嘛，袂用煮煮饭嘛，袂用说，怎拢拢阮真心请人来煮啊，骗囡仔啊，迄个过去的代志，迄是做做囡仔啦。先生是个大学教授，原本一家人过着优渥的生活，但三十年前先生病逝，家里的状况开始走下坡。啊，这条十万呐、啊，嘿，迄条十万，足大块，啊，更高，哎，会疼，你知影，足重的，啊，拢十八个，迄几块拢十八个哦。迄老爸会记，啊，都我都为着迄个，啊，都为着阮这个囡仔开袂少钱。我开啊嘛，听讲迄条破链就是为着伊咧，袂去开啊。十几年前，二儿子发生严重车祸，伤到了脑部。为了救他，赵蔡金玉花光了积蓄，还得承受儿子因为药物而产生的副作用。我用药控制，拢甲我拍咧。我头毛足，本来足长个，啊，拢只甲拉咧，拢甲弄白，拢骨力甲拢弄无死啊。迄种袂使怪啦，然后发作伊再甲我拍啦，啊，无发作袂啦。在最无助的时候，慈济走进他的生命。阿嬷的状态以前很差，去就一直哭，因为他会恐惧嘛，他的儿子，他又爱他这个儿子，又害怕。因为他这儿子不知道哪时候发作，厝老嘛无在那修理啊，拢无电费，连阵拢无电费啊，啊无我嘛是手在那起来行。
你做人在搞往电梯里头做一下饼干。哎呀，你无会哦，拢无会哦，啊！但我这个温州人叫人来甲你修理的。还做这个修理，还做啊！咱下下感谢你这小刚刚的。啊，因为可能是我们同样都是女人，我们有这一块的伤害，所以我们就不自主过去那时候，他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有人会对我这样？所以他慢慢的信任你，啊，有什么事情他马上打电话给你。最后，严重车祸的二儿子终究走了，留给妈妈无限伤痛。过好啊！哎，就莫哭啊！遐爱哭，啥？拢你啦！哦，好，拢我。啊，自从他儿子去世，因为阿嬷就一直哭。啊，我觉得反正我就觉得说，静静的嘛，反正绕一圈哈，就到了。我就去一个一个点名，你们过得好不好？搞一碗甜瓜。跟我们。琪琪，请脱鞋，我刚刚拖完地，迟到要扣分数。要扣分数，我回家。秋姐来，这个一百块。好。哦，这钱少哎，这他现在是钱少。阿伯，这是几少啊？几？我的第二个这个拉力有百超，好，用百超哦，不要用千元的。哇，好多百超呢！那要找客人的呢，没有客人我去。二哥叫我拿100块就好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感恩他啦，跟他说谢谢啦。哎呀，这个一码归一码。就很欢喜啊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说明凤，不会这样。明凤，他叫我的名字都是很有力，很开心的。他即使他很累哦，他讲话还是这样，他不会说、哦、我好累哦，怎样都不会，还是不要让我影响到我的心情、啊。这是我优良店家的那个局长跟我合照的，好看吗？虽然已经不再是需要协助的个案，但魏美玉对管明凤的关怀不曾间断。那是我刚生病的时候。好了，我要按了。好了，你要按好。先放头好不好？头很痛哎。你头很痛，那颈部要先放松啊，让循环先好一点啊。痛哈、哦，忍耐一下，痛才会舒缓，然后慢慢就舒服了。先痛。痛。痛哦，忍耐哦，这个地方很紧哦。头有没有比较舒服的？耳朵旁边的好像肿。这边吗？对。胆经呢？你胆，你要多喝水哦。你水都喝很少哦。不是，最近是很忙，跑回去，就忘记喝了。你看这个，啵啵啵。偶尔还是要来按摩啊，不然你身体循环会很差，压力就很大，心情的压力也是来自身体哦，身体的压力也是来自心理，互补啊。你看颈部软了，松掉了，我慢慢就觉得说，世间还是有爱，还是有很多善心的。善良的人，好，谢谢。头发子，扩胸一下，扩胸一下，舒服。扩胸，好，一定要扩胸，一定要扩胸，不然你会胸闷。李凤姐姐会开导你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这些
哥，我们这些已经变成什么了？因为我们很一有像姐妹，又像朋友，又像师姐，她这样子的关系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不像什么，我们都不像，是不像。反正就是美丽的女人，心里善良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啊。女人虽然很弱，可是做妈妈的真的是韧性也强。怎么打都打不败那样，所以苦妈不苦啊。无啦，你该钱遐嘛，我的钱啊，来。等我扣回数的啊，今日输的卡波，我就要伊往行，咱往走，我就看到啦。安尼哦，你咪讲坐喷射机。扣完波，大家拢袂烦恼，今日真出得了。好啦，来扣回啦。我落几波，我手咧疼咧。第三，再关第三颗，过年甲即摆接第三颗啦。我拄仔就发心啊啦，迄囡仔未往生的时阵，我讲。